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凯瑞，那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艾尔之光》。OK，这个我们一年一度的共存节呢又到来了。那基本上这个就是怎么讲，共存节总是一种让人非常让人开心的一个节庆哦。所以说，还蛮希望各位艾尔的玩家可以在这段期间呢好好享受共存节，然后这个中秋节呢也一样好好过。下礼拜一就是中秋节了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今年2018的这个共存节呢它到底有些什么活动哦。我们基本上简单来看一下这样子哦。然后它的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有一个道具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对，我还蛮神奇的，就是这个道具呢就是对于各位吼这个没有四歪的是一个福利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让你另类的肝就对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的到底是什么。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拿到这个共存节商品券哦。那有趣的在于呢，它只要四张就可以换到这边有一个 AD 的融合理论掉落 50% 之证哦。那这个呢没意外它可能会有包含4Y 在内的掉落率提升哦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对于你如果还没有拿到任何的4Y 哦，我觉得你可以拿这个去刷。对，那还有再来就是收集更多可以换来更多的东西哦，比如说米色啊、魔法石啊，有没有技术戒指2啊，甚至是到后面还有一个加9的。对，那至于这一次这个哦，这边有个共存节高级商品券，这个是随机的，那它里面可以获得基本上就是后期的一些东西哦。对，如果你想要习属性的话，就是可以读读看这个啦，因为这只要一张就可以了。对，对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大堆的东西哦。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30分钟可以拿满东西。对，那还有就是强化的部分哦。对，那关于强化这方面呢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的装备爆掉了。对，我把它很智障拿去冲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值齁下降了蛮多的。对，连10万都不满啊，我的天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活动哦。这个共存节休息区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哦。哦，没意外的就是跟之前一样的萤火哦。哦，这是离开哦。哦，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场景有没有？我们换一边好了，后面好像有一棵艾尔大树的样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没意外，这个应该是摩西村庄附近的样子才对。我们把东西拿下来，我们好好的拍张照好不好？好了，把那些会挡住脸的东西全部换掉了，然后放大。那个1400好碍眼哦，我的天哪！哎，又满10万了耶！ Yeah, 我们真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那在这个地方呢，你可以获得这个。好像是这个吧，这东西可以叠加这样子。对，对，那总之大概就是这样子哦。然后再来就是蒲斯阿慧啊，哦，他这个是这个不要问，我是要花钱的。对，再来是这个活动百分百的演唱会哦，他可以获得这个表演手环，然后可以交换的道具有这个宠物啊，还有道路捡取，然后就是活动宠物专用啦。对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活动吧。活动的部分有这么多，寻找宝物呢它会给你这个钥匙哦，那它就是清除适当等级副本，共存节决斗哦，打一场那个对战哦，大胃王比赛则是使用30次那个道具栏哦，然后探险，这个探险是这个副本哦，一场两场三场，总共3场就可以全部结束掉的。对，那我们先从对战开始吧，虽然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这个排到，但是他是只要打一场就好，对不对？
哦，对，应该是只要打一场就好了，因为你们要知道我也打不赢啊，干，是不是？我真的打不赢啊。然后其他的还有什么嘞？理论上就是这样子而已啦。是，我又快没钱了，我的天哪！剩下的就我不知道欸。他等一下会送这个复原券，所以我们等一下用复原券来复原我的武器哦。对啊，还有15分钟，对，所以说我们要慢慢来，对。话说回来，有在追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，我已经人类饿不知道多久了。这个东西实抽抽到，然后这个东西别人送的，但我后来又抽到一箱了。然后发型也是实抽抽到，分开的实抽啦，对，我都是实抽实抽抽的，然后就抽到了，也是蛮邪恶的啦，我觉得，就是怎么讲，运气很好，但是就很邪恶，你们知道的。我这边还有一个西洋棋的鞋子，但是它套装效果好像不够好，不然的话我就是再弄个上衣之类的，或者裤子，对。哎，这对战是不是排不到啊？那我们就直接来打副本吧。他说这个适当等级副本嘛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我一个人，我觉得我一个人也打不赢欸，因为我现在是拿时空武器啊，这是别人给的啦，但是极大化是够多啦，但我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欸，我们可以打一场试试看啦，反正就顺便耗掉这个东西啦。哦，然后再来就是关于这个里面齁，刚刚是不是忘记讲，它里面有就是商品券跟高级商品券两种，所以说就是看你们的运气了，对，这是随机给的吧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随机给的，因为他如果给你就是自己选的话，那还蛮不公平的哦，对，我觉得蛮不公平的，对。好，你快点站好，有了，哦干，好痛哦，来了，他来了，安特来了！哦呦，干！他去哪里？在这里，被我找到了 ，bitch！ 是不是只有我觉得这关是最快的关卡啊？哇靠！他这攻势真的很猛烈，不是我要说。哦呦，哦呦，凶哦！好，接着他把那个面具拿掉了。哦，穿过来了。感觉武器还是有差就是怎么讲那个战力问题啊，我靠，范围这么广啊，其实我没有单刷过他啦，所以说
我真的没有单刷过他，所以各位不要笑我，拜托。哦呦，撑过来了。巴巴耶、yeah, 打那个暴走他了、哦。该来了，来了，该来的还是要来啊。然后第一批的这个礼物寄到了。哇嘞，火力好像不太够啊！我干掉了，干掉了 ！Nice， 干掉啦！哎，我还没试温泉呢、啊。哦，寻找宝物就这样结束了。那这个宝物呢，是按右键使用哦，然后基本上就是在这边按哦，然后。我不太确定要票券是怎么，我不确定票券是怎么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多一个？哦，他是拿来换这些补品的，是不是？那就随便了。累积商城购买29点就可以获得一把钥匙，快点去花钱了，各位，花钱喽！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到底会给我们一般商品还是高级商品哦 ？Yes。哇，四外掉落率加倍哦，所以说他如果他给我的是很奇葩的东西，我会哭。好、哦，那刚刚第一批寄来的是好运强化箱、防具箱哦，然后还有祝福的神圣石。哦，理论上他就是。又是让你提炼，然后拿那个强化卷的，对，也不是我要说，可是这个画面真的很安详，我觉得，我真的觉得蛮棒的。哦，那后面那个艾尔之树有没有？哎，然后下一个是艾尔链锤，然后再来是复原卷哦，最后是那个班德学院的那些有的没的哦。OK， 那我们这回要两人去摸这个，哇，这个一个，他是创造吗？因为他后来的名字三转正式名称也是英文，我就没有去记了。但是我没记错，这个是创造才对，就是那个长辈图，这是长辈图吧？什么奈？我只想赶快过关而已，谢谢。我没有打算要打那些网，谢谢。话说有人会打那些小怪来，就是打那个艾尔之类吗？其实我对那种做法，我就是想说速速通关而已啦，所以我真的不会特意去打那些东西的。跑掉了。你就这样跑掉了？你去不了任何地方的，大哥。哦。哦，第二阶段啊。我觉得他开，我觉得他开枪了，干！他是不是被我锁在空中啊？好可怜哦！好、哦，又完成了一个共存节任务哦。
好的，又打赢了啊！OK， 接下来就是打王啊，这一次应该就是会比较快了，因为有两个人，然后我还是要丢超技。对不起，好像比刚刚还要慢呢。哦，打赢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又完成了两个哦，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赌运气的箱子啦，因为你缺四 Y， 你就不能拿到那个高级箱，你就不能拿到高级卷啊。对，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好拿。我们是不是白担心啦、啊？真棒！我们随便选一下，然后我是想要打一下对战啦，反正共存节。大家就玩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我换一下那个技能哦。换一些我理论上会用的技能这样子。我不太确定这招到底要不要用、欸、因为其实有这一招就够用了。然后还有其他的，像我这个超技也是没有解啊。欸，是没有人在打 PVP 是不是？好可怜哦，有个边缘欸。我们先去别的村庄吧，好不好？哦，他这一次在这边还有新增那个共存节休息地哦。我正在努力寻找的离开的方法。哦，对战开始，对不起，正要离开，马上开始。你们这样子让我排一个 S， 真的对吗？官方，你们不会良心不安吗？準備でしたよ。哦，不是啊，你排个 S， 我真的打不赢啊。那个范围有个大的耶！我靠，那个装备我打不赢啦！这游戏做坏了，我的天哪！没事，平常心，只要有参与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那是什么招式？我怎么没看过？等一下。哇，痛爆欸。哦，好啦，至少我死前有挣扎过了，好不好？夜完成了，我们可以拿四歪掉落咯。这游戏好难玩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可以拿四歪掉落了。他还有两分钟才会掉复原，那我们先去做一下准备哦。这两分钟过很快，相信我。对，我的药剂这边也要重新补一下，比如说这个啊，然后这个啊。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补了，干。好穷哦！神圣守护石一个，装备箱啊，那个入场券，还有链锤，五个链锤，哎，好多哦。是怎样？开始有人在抽了，是不是？已经一大堆人开抽那个嘞。
新的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就是因为他这次有那个票券交换，所以说就嗯，他们都已经开抽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应该是抽这个吧？可是好贵哦哦，这边有一个十个冰机加一个 Alpha 票券哦，那这个票券、我其实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做哎。票券奖励30到200，两张票券30到200个是吧？哇靠，好猛哦！然后这边还可以自由选择这样子，票券奖励哦。我不太确定这到底是做什么的，我真的不确定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朱军，哎，他复原了，有没有很感动？他复原了。好了，我们来用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复活啦，舅舅，我们复活啦！5亿，我终于满12万了！哦，我天啊，我好感动哦。然后就是强化的部分呢、啊，他好像说就是时间内活动时间内，他都只会消耗一个，是吧？但是我们也只有一个。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强化、啊。还是留着直播强化啊。哎。没保护死了啦，不强化了，干，外生啊。然后这个。这个嘛，要加8以上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试试看。嗯，这是不是特别难冲啊？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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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关系，反正我这个一直也都是玩玩的，没关系，我们都是玩玩的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是玩玩的，相信我。哎，当我没说。哦，这游戏好难玩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只剩下一场那个哎、欸，我们再打一场吧。虽然说我现在已经确定保底有一个加倍券了，但是我还蛮希望可以。弄到一个高级的啦，就是来洗那个魔法石属性啊。我再确定一下，它可以换什么好了。这是什么？一天？自定义一天？嗯，有人会换吗？对，现在已经可以换这个了。然后这是什么啊？艾尔之类稀有哦，这个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，但是因为它是各种颜色、各种部位随机选，所以说还是蛮不安的。对，然后就是15个换这个，理论上我应该会留着等4Y 刷到4Y 之后才会换那些东西的。哎、欸、干！我忘记换这，我忘记换那个啦，北西哦，忘记换了啦。哦干！趁现在赶快换一下。逮牢啊，那母汤哦。你们这样不行啊。
给我冷静一下，妈的！让我换个技能啊！我靠！不要再射了！你已经射得我满脸都是了，拜托不要再来射了。哦，其实就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一二三，每日任务好简单。哦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靠！直接秒了我哎，好猛哦！他是不是被我打了两场之后心生不满啊？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找这个最终的这个异形哦。哦，我的天哪，他有个大只哎！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每日任务就这样结束了啊！我们又被那个艾索德大军入侵了。好啦，总该给我个高级券了吧？谢谢大家，这个几率真的他妈有个低的。他一个是能换什么？哦，烂东西。对，那大致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共存节的部分哦。那最后还剩下的就是一些东西，对，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哦。它还有个银河饰品七天体验箱一个，我们大家可以拿拿看哦。等到它这次活动大致上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其余的就真的没什么哦。那我们剩下四分钟，我们来玩玩看看这个吧。这个叫做班德展演会，是不是哦？班德学院展演会，展演场。为什么没人要听我的音乐？竟敢无视我，不可原谅！哎呀啊 ，Rock， 让你见识什么叫真正的 music！ 我靠，这三小，那是噪音攻击吗？哇靠，好硬哦！到底是三小？这到底是三小？哇靠！这是音浪吧？这已经不是噪音，这是音浪啊，各位。buff 药水吃不到，哪有人这样子的？哎，这好难玩哦 ！buff 药水我来了，吃我超技啊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！我靠，还有这种的哦！这个到底是要打什么东西啊？魔力药水？哦，有魔力了！好像是我们攻击力提升欸，
这是我喜欢的歌曲。What？ 艾莎，你，哎，还是当我们没有讲好了。艾莎居然喜欢这种东西。好的，我们拿到了这个手环三个哦。那它到底要几个才能换啊？我看一下，这什么？饮料，哇靠，这个有点猛啊！75个才能换宠物哦，各位。三个可以换自动消耗扩张券哦。20个换那个梅洛的哦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打一场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用啊，东西已经来了，不用再打了，不用再打了。我们看到那银河箱到底是从哪小到的，到底是在干嘛的呢？哦，他给了这个7天体验箱哦，哇，整团的，是不是？和平热情的和平传教士哦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是以2011的共存节，那时候我还真的有参加哦。这个，哇塞，这个称号就猛啦，各位。看这个猛了，这个猛了，活塞雷啊！有没有我的战斗力直接飙升？有没有？然后再来就是那个7天这个东西哈，它每一个都是还蛮 OP 的东西，对，它每个都很 OP 的干。我们来看看它整套到底长怎样好了。首先是上面那个，然后这个是极光会飘散在脸上的东西，然后这个是，哇塞，这个好猛哦，而且它不会跟角色转呢。然后再来是耳麦哦，天哪，电音小姐超酷的 ，so cool 了。然后他刚刚还有给了一大堆这个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把它装回去吧，好不好？是时候装回去了。这个感觉就先不用装了耶。其实就两件套这样装上来，其实也蛮够的。对啊，是比刚刚多了5000呐。以我这样的配备是这样子，没有错啦。我可以进魔界了，我好感动。好了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共存节的这个活动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下方点个订阅，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那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，推荐个追随，推特按个跟随，那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 那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要有时间来冲装备喽。好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所以我说主线什么时候更新？李东兴，快点更新主线，我想看。